请选择。好，很遗憾，没有人为对方转身。来，三位，请到台前来。两位都很优秀的女士，你没有转身呢？因为他们两位比我条件都好，我挣的太少，满足不了他们要求。哎呀，这男人的自尊心狠狠地受了打击和挫折了。那我们这个二号，您为啥没转身？我很直爽地说，因为他离婚的。离婚，我不想找离婚的。那我们三号为啥没转身？离婚太短，不行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既然走到爱的选择的舞台上来了，那咱大家都是单身，就有这个资格和权利，并且愿意去再找另外一半。我们也祝愿各位能够早日获得属于自己的缘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我想找一个年龄不要跟我差距太大的，有一些兴趣爱好最好了。我想找一个，和我一样热心肠的人。作为伴侣，作风好，而人品好，而且的家风好，善良，这样的一个终身的伴侣。我叫齐昌英，我是沈阳人，我找一个和我一样比较善良、知心、疼我的人。我想找一个知我、疼我、爱我的人。很遗憾啊，今天的现场没有牵手成功，并且也没有人为对方转身。我们男嘉宾想追求的就是精神的恋爱，不管到了多大岁数，我们都支持这样的想法。如果说你心里边也有一份对爱情的憧憬，不管您多大年龄，我们都欢迎您来到爱的选择的现场。爱的选择，我在这里等你，再见。